不是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想了一下，不太好，不太合适，不太合适，就算了。不掉。哎，我要叫地主的呀，这个牌。超级加倍。好，我说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更不太好说。这，哎呦，我想想，还是不太好讲。不是五五开，我先跟你们说，跟五五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卢本伟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，好吧？你们不要瞎猜了，可以不用说了吧？好吧。不要！我他妈没有对子可以带，我没有对子可以带。靠！你们很难受。哎，我，哎呀，我好烦，我不该提这个的。三代一啊！我说，确实有点狗这种行为，不说的话。我有个哥们儿最近没钱了，然后这个哥们儿跟我关系巨他妈好，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他意思是他没钱吃饭了，让我帮助他一下，然后呢，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办？飞机。他跟我关系很好，好，挂，三代一，他每个月只要几千块钱，炸弹，不要钱，对二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炸弹，要么就不搞。要搞的话，我就给他多搞一点，因为这个人真的很好。编的死吗？这个编的死吗？好吧，真的没编。不叫，叫地图。权益者。算了，这个不太好，我也不好说是什么。我他妈本来想跟你们说是谁，算了，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能问这种问题，问了不太好，主要你们就知道了一些东西，知道吧？那个兄弟想找我每个月给他发个几千块钱吃饭，但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那个人很好，所以我决定每个月给他发一万。然后第一笔就给他转个两万，对三，我是这么想打算的。对八，对 K， 不要，快点啊！都等了，可以多的就不能说了，过，多的就不能讲了。肯定不是鸡哥呀，鸡哥他妈现在来上班工作了呀，当然不是鸡哥呀，肯定不是你们认识的人，要不是你们认识的人，但肯定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些你们认识的人，因为你们所理解的你们认识的人都很有钱，不可能生活这么垮的。鸭子，谢谢，有个闺女叫顶顶开通的游侠。好，炸弹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当我不存在是吧？要不起，对吧？对 K， 什么意思呀？当我不存在，要不起，当我不存在。当我不存在，
完了，他有炸弹。要不行，二。可以，没有炸弹。谢谢深圳范范送出的一个超级火箭。还用想吗？哎，怎么是杰斯呀？不是人马上单吗？完了，我人没了。完了完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不能跟你们说是谁，不然你们就不好了。哎，那么多说五五开的，我大家是什么心态？你们觉得卢本伟这个人可能混得很差吗？跟我刘猛称兄道弟的人，他能混得很差吗？兄弟们，看招。不，肯定不是桑兰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操他妈的，完了完了，节奏起来了，不行，都不是，你们都说错了，好不好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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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，杰斯出了征服者，这武器根本没得打。我呀呀，这个人他妈也太顶了吧！把他们也算上。我他妈叠了满城的被动上去跟他打，打不过。那我香发帮去跟他打，打他妈的蛇皮怪。别急，五秒 Q。我来杀他 ，nice， 单杀。我快过关呀，不然我过不去了。单杀的意思叫做单人配合队友击杀，懂吗？不用搞他了，他已经没了，他这把已经没了。其实他前面跟我对线，他没有多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失误了。他交闪现 A 了我一下，我没交闪，我用的眼加 Q 跑掉了。我有闪现回家 TB 出来，他没闪现，我是有机会杀他的。但这波打野帮了一波，对面杰斯就很难玩了。卡我呀，小兵！
神阵一带。哈哈。领主，溜溜球。啊！好气好气的。啊，好气好气的。不行，打杰斯不能这么出啊！就裸三下，今天就是膨胀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不是影子，不是影子，但影子确实近况也很差。我去年就借了影子很多钱了。你死了！没死。哇，他这个减负减得好。什么意思呀？操作我，把我锤回塔里，什么意思呀？云主，过山车溜溜球，冰狗发个信号，冰狗丢个眼，跳个舞，溜了。骚逼东西想干过。我没鞋子，妈打杰斯不应该这个天，哎，有了，他没了。打杰斯点这个天赋不太好，打杰斯最好第一件出忍族。主要是靠征服者一直追着他 A， 打杰斯最重要的是这个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波月塔杀杰斯，我操！他出的忍族，哇，这杰斯好稳啊！呀，杀不了他，杀不了。这直接遇他塔，他忍族还是 不太好遇。走，快走，宝贝，别吃我塔皮，很关键，爱你哦。
丢了。我又回来了。小东西，想杀我刘某，溜溜球的刘。可以干他。啊，他没了。出水。看回家多少钱？2100。这人不管 ADC 了，一吃。他跟着我有肉吃呀，跟着哥能吃肉呀。我操，这怎么道歉？这个杰斯他妈很，这个杰斯又不菜，兄弟们呀，这个杰斯他妈细节好的一逼。道歉，这个人他妈一级凶的一逼，我 Q 上去他直接 W 变锤形态敲五层征服者，这个人细节好的一逼，对我一级他妈差点都被他宰了，哇，这还要道歉，鸭肉。这杰斯很老的呀，他一级那波我是被他阴了，他学 W， 他先 A 我一下，一层征服者学 W 马上变锤形带加双抗，然后敲我三下变成近战征服者，他身上就一直挂着征服者，然后近战敲我三下，他五层征服者比我触发的还早。这把不是前面奶哥来抓的那一次，我这把对线会打，其实不好说的，真的打得会挺苦的。他自己失误了，他闪现 A 我那一下把闪现交了，他如果不失误那一下的话，我对线前面基本上是炸的。这种他妈的下手没有轻重的，这种他妈打拳击的还要给他道歉，太过分了呀。我这把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唉声叹气，打着打着就，哎，这个杰斯好肥呀！我操，这怎么打呀？哇，这怎么对线呀？知道吧？我可能是在这边乱叫的。现在我欺负他，你们还要我道歉？太过分了呀！带进去了。哎，啊！大姐，哎，对不起。
别宝贝，我 Q 的，我打到塔了，别杀我！不是，你们说好谁该道歉？你们觉得谁该道歉？说实话，我操，老子闪现一塔，我闪现敲塔，闪现敲塔。刘某刚刚一波神奇操作，闪现 A 平 A 防御塔。给塔道歉可以，防御塔。今天我闪现敲你，我跟你说一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下次还敲你，对不起。不行，下次不能敲他了。我要把那个键位改了，就是只对玩家攻击的那个键位改了，不然这种真的好容易敲到防御塔啊！这种关键时候敲到一波防御塔就崩了。打他没那么痛，一个 QAW 才打他400血，有点肉的。要不不杀他了，他队友都在蹲。如果没有人蹲这个杰斯的话，我可以一直越塔杀他。武器开 R 技能加100点护甲可以扛塔，然后我两个 W 他基本上就死了，就我两个 W 的 CD 我就可以把 A 死。而且我出了青龙刀之后，我越塔杀他，他两个人都顶不住。我已经青龙刀了。知道我拆塔多快吗？我们有土龙吗？这把没有。哇，怎么拆的这么快啊？这把出个不当人的装备吧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就是不给我杀宝贝，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我可能会死。我发誓，我真没想过我可能会死。我是被什么伤害打的呢？哇，这都能把我打死！我这武器很他妈硬的，
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不能浪，真的不能浪，我要稳一点。我稳他妈的吹吹我再稳，我为什么要去啊？这波这波机会不太好，不应该越塔，主要是我加了闪现这只杀了一个风雨，我就很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加了闪现这只杀了一个风雨，我就感觉好亏啊。哇，这卡莎有操作的呀，宝贝。哇，这畜生牛奶杀起来了，蓝凯，这你不杀他我看不起你。我又回来了，打了我两次了是吧？求你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舒服啊，大快人心，一个 W 能打多少拳？哇，对面的人一点都不浪，完全不浪的，就在家里面耍。走，拿男爵把他们推了，我去单挑男爵，你们都别来，我单挑，你们全部都别来。Okay. 你们去他们基地里面玩，我来单挑大龙。开个大斧，打完这玩意儿就难。嗯，这个吸血没有想象中那么给力。没打，你要开大。我开大只能猛个几秒钟，我打还不疼。哼，嗯，没有土龙，打不过。还有七百八。来打龙，打龙，打龙。把他们也算上，但是有队友在，我的数据很高，他们去砍。
直接打呀，这可以拼成绩呀，画个蛇皮呀。今天必须杀他！不要了，推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我们 go。好狠 ADC 的噩梦，蓝色的凯乙，人间杀神，谢谢贺当归开通的游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贺当归开通的游侠，感谢感谢。牛奶的凯隐是不是很屌，兄弟们，很强？你们有没有觉得牛奶的凯隐很他妈厉害？有没有感觉哇，真的好强啊！牛奶的凯隐，哇，真的好猛！谢谢老子天下第一大帅，谢谢老子天下第一大帅 B 送的火箭。有没有觉得牛奶很强？牛奶的凯隐，哇，贼猛，牛逼，好强！可以看一下这个畜生昨天是怎么演我的。给你们看一下伏笔，我就知道是不是要有。给你们看一下，